多久没有说走就走，还是从来没有做过那么疯狂的一件事情？找不到时间，还是找不到地点，还是找不到伙伴，还是你没有我们今天的这个套组？到底是什么呢？去旅行一定要有的，哒啦！两件套行李箱，有没有看到那么漂亮的一个行李箱套组？只在我们今天而已，而且我们还要额外再送给你价值199令吉的背包，还有的就是上网抢购的话呢，你可以额外获得5+5%的哇购物积分，还要送给你那么漂亮的一个哇环保袋，只有在现在10点的现场直播，各位朋友们。限量400套而已哦，而且有史以来最低价279令吉。One Million Mobile Wowser， 感谢你的支持和关注。CJ Wowshop 欢庆手机应用程式下载次数到达100万，额外5%哇哦购物积分，独家赠品哇哦环保购物袋，超过20样好物开卖。10月5日和10月6日，2天22场马拉松直播，优惠无限精彩。阿巴卡巴，马来西亚。안녕하세요여기는코리아 CJ 우쇼핑입니다 CJ 와우샵어플리케이션이무료1 billion download. Oh my million! Bravo! 이렇게감사한오늘 CJ 와우샵이확실하게쏩니다 Here we go! Number one, today 전상품1 million special promotion package. Number two, today 전 TV 상품구매고객께 special edition 와우 eco bag. Number three.Today 온라인모바일앱으로구매시 5%+5% 스페셜와우포인트까지바로지금 CJ 와우샵다운로드받으시고더욱와우하세요 Now you're watching 1 million 모바일와우스타스那是 Wow in a Million 2天22场马拉松的直播，为的就是要欢庆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破百万，2天好康不间断。哇哦，是的，今天呢推出给你的就是这个悍马2件组的行李箱，生活与潮流完美的结合，最重要只是限量版400套哦。我到底要深蓝色还是深灰色啊？来来来，不用担心，今天你带回去的就是 Hummer 悍马，美国著名的品牌，它是以生产汽车为名，被誉为呢越野车王。但是今天呢，它跨界了时尚圈，带来了旅行箱套组。没错没错，品质与品味兼具了，让你旅行必备的单品了。最重要是它的材质是非常非常的耐用，非常的好，就是 ABS 的材质，轻巧实用了。哎，真的买回去啊，非常非常的放心，超值的套组。有的就是深灰色或者是深蓝色，都是呢20寸以及24寸。除此之外哦，送给你价值199令吉的万用背包。哇，真的是实在太棒，你知道吗？市价要1273令吉哦，可是今天即刻让你省下900多令吉，让你只需要279令吉，今天就可以把它全部带回家了。首次以279令吉带给你，它绝对就是旅行的好伙伴，不管你愉快出游也好啦，甚至你出远门啊，通通都可以使用。它有的是可以调节的一个 Luggage， 还有铝框防撞护脚，还有8个360度的万向轮。是的，是的，悍马这2件组行李箱呢，还给你有3年的这个制造缺陷的保修之外，还有这2年的特定配件保修，重点是信心的保证啦。是的，没有人买行李箱给你3年无人地的啦。你看，精彩好康2天不间断，一带给你是升级版本的套组，二还要送给你哇环保袋，3+5%的哇购物积分，下次啊又可以累积成我们的现金来做一个回扣啦。
直播，今天第一天来到了我们的压轴场，那压轴场一定要给你最厉害的啦。今天有的就是那悍马两件组的行李箱套组。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Hummer 悍马这个品牌，一它是名牌货，品质保证；二今天带给你的是有史以来最低价，我们之前的售价是299令吉，但是今天279令吉而已，但是重点是限量400套哈，所以大家你要买一定要快。没错没错，有买就有送啦。当然就是说有这个背包之外，重点是它之前的价钱呢，原价是要1200多令吉的，可是让你直接省下来900多令吉，你今天只需要279令吉哦。就算是之前呢，我们最低价也去到值299，对不对？但是今天现在只要279令吉啊。而且最重要就是你今天购买的话，你看有什么呢？升级版的套组只在今天 ，OK？ 我们有独家的赠品之外呢，也就还有着 WOW 的环保购物袋哦。而且呢，今天的这个购物积分是58000再加58000呢，哇，实在好多哎！是的，没错，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再等哦，赶快去上网抢购。你看，今天你带回去的、有的是一个24寸的旅行箱，还有小哥的这个呢是20寸的旅行箱，之余还要再送给你这个那么大一个价值199令吉的一个背包，整个套组只需要279令吉。最主要是没有人买旅行箱啊，敢给你3年的 warranty。 各位朋友， Hummer 给你的是3年的 warranty， OK？ 首先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保修的一个部分啊，不管你的这个 body 啊、身体啊，甚至你的箱子啊破洞被丢裂了，3年之内都是一对一兑换。还有2年的就是我们的配件保修，像是轮子啊，还是呢我们的这个拉杆啊，如果坏掉的话也是一样，2年的保修。哇，279令吉，你出国一次哈、就已经是怎样回本了。为什么你去买那个旅行箱的保险哈、我跟你说都已经是怎样不值得了，直接买我们这个旅行箱是最值得的啦。真的真的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之前我呢在外面有做过这个搜查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一个普通的行李箱呢，小的就好，我们讲20寸的呢，最便宜都要差不多300令吉了。但是今天呢，我们不只有24寸，我们还有我现在旁边这一个背包也是20寸的。你知道这背包非常的实用，也非常的好，不管你要放多少的东西呢，都可以，因为它容量非常的大。而且你知道吗？你看它前面单单这个拉链就好了，你看。它是可以给你放一些很像说 T 恤啊，还是你的电话啊，方便你携带之外呢，左右边呢有2个可以给你放雨伞，或者是放这一个水瓶等等。那我们除了上面的前面这一边这一个，它还有这个荧光的作用，你知道吗？在夜间里面背起来的话呢，你别担心别人看不见你，因为这个包包呢有荧光的作用，可以让人家看得到你哦。而且反过来后面看好不好？我们反过来后面看的话呢，那个背包呢，这里呢是有这一个肩带可以背，就是有这个海绵的啦，对不对？好软哦，很软，对不对？而且呢，它的容量非常的大，旁边还可以一拉开，真爱，你看里面可以放很多的东西啦。是的，没错。那当然，大家不要忘记哦，今天只限量400套，所以呢，赶紧去思考一下，你到底要呢这个灰色还是深蓝色的？那我们在之前呢，我们的这个深蓝色是非常好康的，就是呢非常的热卖，都是呢一直在 sold out 当中的。那当然大家也不要忘记，今天呢给你的呢就是非常棒的这个好处啦。那我们有的就是呢 Hummer 悍马的这个呢旅行箱套组。是的是的，那你知道吗？它的这个可调节的这个拉杆呢是真的非常的棒啦，因为呢不管是你是小朋友拉都好呢的高度，还是大人拉呢，都可以随着你呢的这个拉呢高度而去调节哈。最重要是我觉得呢，这个套组真的实在太划算，而且它的行李箱呢真的是又耐摔又耐用啦。是的，那当然呢，我们的这个蓝色的部分哦，曾经就是一售出哦就是端货的。为什么？这个颜色太漂亮了，而且很好认，所以呢我们今天哦就直接再次强势回归给大家，带来有的是深蓝色以及灰色的一个部分。那当然你千万千万不要忘记什么，你要抢一定要快，因为今天限量400套而已。你上网抢购的话，你可以获得5再加58000的一个 WOW 购物积分哦。你看已经售出了31套了，谢谢大家。而且呢这个现在的价钱呢是有史以来最低价啦。而且你知道吗，我们行李箱呢出门要用的时候呢，最担心就是什么事情，就是呢你去要拿行李的时候发现你的行李爆开了，没错，要不然就是花到很严重，你就觉得很心痛，绝对影响你这一天的假期啦，我觉得。但是我跟你说，就是一它有好看的花纹之
机，它是 ABS 的材质，所以你看它是非常怎样，有这个韧性的，你看到吗？我这样子熬不够哦，我现在呢要怎样这样子来熬我们的这个旅行箱，你有看到吗？哇，它是怎样非常非常有韧性的，所以你可想而知哦，我们就算哦在我们哪里就是机场的时候，你的这些飞行员啊，甚至是我们工作人员啊，就是有碰撞或者是他丢你旅行箱的时候，你也不用害怕。为什么？你看可以熬成这样，哎，就 yoga 的一个感觉，就算今天你的旅行箱不小心被摔坏了，你也不用担心，悍马给你三年的warranty，这里破洞被丢坏都可以 one to one exchange。 坏掉了脱掉了也有两年的warranty，为什么我们可以给你那么大的一个保障？那就是因为我们对我们的产品非常有信心。是的，因为品质保证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相信很多人买行李呢就一定要兼顾这些，就是说要找到好材质的。如果是说像是你买这些旧的啊，来嗨，哎呦，来看像是我相信很多人都喜欢用这一种布类的，对不对？是。但是这种布类的话呢，通常会有什么情况呢？下雨天的时候会沾水耶，没错，肮脏耶。然后如果是说有时候你在走动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有时候冬天有那种泥土啊，那些他们会粘到啊，哎呦，要这样子清洗这些，一定是很辛苦，对不对？来，讲到泥土，给你看，泥土立马就来，哎呦，你自己看一下就会怎样，开始肮脏了，对不对？是啊，这样子潮湿黏黏的，哎呦，你看再加上水下去之后，怎么样子清洗？ 你拿出去那个行李箱哦，在机场的时候，你看到那个肮脏脏行李箱，你都不敢认领，对不对？是的，而且你看你这样子去擦，哇。越擦就越肮脏，怎样洗呢？完完全全就是非常的不耐用之一，而且哦，湿的话它还会怎样去透水。但是你看，如果我们家的话有 ABS 的一个材质，它的好处就是什么？不管我们怎样去抹哦，你看到吗？它是完完全全是不会进去的。你看，哦，看到吗？完完全全是怎样不会弄肮脏的，而且呢它除了不怕肮脏之余它也不怕水。是的，哎，你知道吗，有些时候呢那种机场运送他们把行李箱送出来的时候，外面下大雨的时候，你的行李箱会弄湿了之后呢，哎呦，如果里面也跟着一起湿很糟糕。可是如果是你像那种 ABS 材质的行李箱呢，会怎么样？完全不用忧虑你的行李箱肮脏啊湿啊，因为很容易像星星这样轻轻一抹一抹，哇，干干净净了，马上就变回漂漂亮亮的行李箱了。是的，有看到吗？就是呢干干净净，这就是代表什么？它非常好清理啦。那当然大家不要忘记的就是什么，我们今天呢除了有我们的这个行李箱套组之余呢，还有的就是呢我们的这个可以算是 a free gift 的一个部分，价值199令吉。你看一下很大的一个包包哦，有没有199令吉耶，背包要用送的方式送给你。重点是各位朋友们，只限今天而已，才给你279令吉的一个好价格。没错没错，你知道吗，我们之前的售价呢是多少？我们之前的售价是299令吉，而且我们今天是有两个颜色，对不对？一个就是深灰色，一个就是深蓝色，而且呢是24寸加20寸，还有这个20寸的背包之外，我们家还要送给你这个是 WOW 的环保袋。是的，环保袋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可以算是 quality 啦，因为它是双层的，而且哦我们是限量哦，售完为止，今天已经来到了我们第11场的一个直播，数量有限，所以各位朋友们要抢要快。今天买旅行箱有大有小，24寸、20寸之一，再送给你199令吉的一个厚背包，再送给你这个那么漂亮的一个环保袋。再次声明哈，之前的价格可是需要299令吉，但是今天我们现在呢，立马直接给你扣到279令吉，只有今天而已啊！你错过了这个小时。等一下又回弹到299令吉啦。是的是的，所以呢你今天呢赶快下单订购，我相信因为这个时期呢大家都在购买那个旅游的这个配套，或者是这一个旅行的机票啦，就是要给自己去度假啦。你要去度假的话，你就一定要有一个好的行李箱来陪着你一起去旅行啦。最重要就是它的空间呢容量非常的大，而且呢轻巧容易使用，对不对？是的。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好了，就是呢我们每一次买旅行箱哦，第一个你会可以算是呢要的东西是什么？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外形，对不对？一行李箱一定要美，
二，行李箱一定要耐用，所以你却买名牌。三，一定要看价格。你看今天啊，我们的这个行李箱非常的漂亮。二，有的是悍马好品牌。三，我们今天只需要279令吉，而且还给你 warranty 哈，三年以及两年的这个可以算是配件的这个 warranty。各位朋友们，不要再错过了，只有现在279令吉，你立马又节省了一个20令吉那么多。然后还有是上网抢购，你可以获得五再加 5% 的一个 wow 购物积分。所以呢，今天要抢一定要快，直接把我们的这个悍马的旅行箱给带回去哦。是的，是的，我们有这个深蓝色以及深灰色，所以呢，心动还不如赶快行动，就只在这两天，对不对？是，而且最好的是，我很喜欢行李箱哦，它有什么？就是那个轮子，它轮子万向轮很好推，不信的话，你看啊 ，1 2 3，再来 1 2 3，看到吗？很顺滑哎，你自己想看一下，就是我们的这个旅行箱哦，如果它很顺滑的话，就算我们今天去哪里。日本旅行啊，要去走 MRT， 要去搭这些捷运的话，哦，它都是呢非常容易，可以算是就是推的。真的，真的，因为我相信出国旅行呢，是来看一下大家，就是今天我们有的是品质与品味兼具的旅行必备单品，那就是悍马的旅行箱套组，它的使用材质是 ABS 材质，以及轻巧又实用。没错没错，超值的这个套组呢，给你有20寸加24寸的这深灰色行李箱，以及这个20寸加24寸的深蓝色行李箱之外呢，还要加这个万用背包，价值是199令吉，而且这万用背包也是20寸的哦。是的，重点是看好好哈，我们给你的是三年制造缺陷保修，以及两年的特定配件保修，所以带给大家是信心保证以及物超所值。哇，真的是实在太棒了！时尚呢兼具的这一个品质呢，悍马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是非常有名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一定要把这个纳入你的行李箱词中之一个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没错。所以大家赶快下载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来抢购吧。Wowsers 电话在线中，马上使用手机 APP 购物，购物积分加倍。手机 APP 购物积分5%再加5%，优惠无限精彩。OK， 再一次声明，我们每次买旅行箱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先注意它到底好不好看呢？是。那今天的这个旅行箱外在真的是超级无敌好看，而且它的颜色深蓝色，我们之前一度是断货的哈。今天特别为了大家，我们再一次带回来，而且是限量的套组。所以如果你已经相中深蓝色的话，你要买一定要快。二，我们一定会很在乎什么？它的耐用程度，它的好用程度，所以会买呢名牌货。悍马就是其中一个名牌货。三就是什么？今天的轮子一定要好推。所以各位朋友，你看今天的轮子哈，我们有8个万向轮，8个万向轮的话，就代表说我们可以分担我们行李箱的一个重量，甚至是我们就算在走在柏油路上，还是凹凸不平的一个路上的时候，也是可以非常好推。没错没错，因为它非常的好推呢，让我们就可以购物装很多很多的东西，对不对？而且呢，我相信呢，大家在买行李箱呢，还有一个很多东西要注意的，就是它的价钱。对不对？对啊，哇哦，今天呢，你要给你的是一个24寸，再加上一个20寸呢，这个行李箱，再加做一个万用背包20寸的呢，哇哦，全部才多少钱？279令吉，是有史以来最低价哎。是的，我跟你说，星星啊，自己本身也在用悍马的一个旅行箱，为什么？3年的原厂保修期哎，用的非常的安心啊。你看，很多人买回去想说 fast delivery， 然后呢，就是可以算是呢，very good。然后很好用 ，very nice like it， 看到吗？然后再来的就是你看，收到了很大一个，然后这几天就收到了，然后当然品质非常的好，最主要是你不要忘记今天的这个颜色深蓝色哈，是 limited color，所以呢，你现在如果相中的话，你一定要赶快把它给带回家。真的真的，而且这深蓝色呢，我相信呢，非常的漂亮，是因为为什么？你在机场的时候不用担心跟人家撞行李，你知道吗？这个颜色呢非常的少有，而且除了深蓝色，我们还有这个深。
纯灰色。哎，还有这个今天呢，有这个 WOW 的环保袋，今天真的是好多好多的珍品要赠给大家哦。是的，再一次提醒大家，我们之前悍马的这个旅行箱套组可是需要299令吉，但是只有现在这个小时的直播279令吉而已，而且你上网抢购是最聪明的方式。为什么？5% 再加5%的 WOW 购物积分，也就是说我下次哦可以累积更多的一个现金来做一个回扣，重点是还要再送给你那么漂亮的一个精美环保袋，只有在现在的这一档节目，真的实在太棒了。那如果你心动了还不赶快行动，因为就只在今天呐、啊！而且呢，有哪一个行李箱有这么久的保证期？这个身体的这个保价呢，这个 body 呢是有3年的保价。那如果配件呢，所谓配件是指哪里？像是你轮子啊，或者是你们的拉杆啊，或者是旁边的手的拉柄的那些呢，如果有任何损坏的话，也有2年的保修啊！真的实在太棒了，有史以来也就今天才是最低价，你知道279令吉，再加我们送给你这个 WOW 的环保袋之外呢，还有这5%再加5%的 WOW 购物积分给你下一次购物使用，还等什么？今天绝对是你一定要把它带回家了，千万别等了，赶快用那个 CJ 包社的购物那个程序应用程序下单订购吧。是的，再来279令吉，你不要忘记，也许我们今天在外面吃一个大餐就已经没有了279令吉，但是今天279令吉我们既然可以买回去一个安心，为什么？出门最主要你行李箱一定要安心，你所有的宝贝，你所有的战利品都是在行李箱里面呢。再跟你重申一次，之前的售价299令吉，有图有真相。看到佳琪跟 Beans 吗？我们之前的售价是299令吉哈，但是你不要忘记，今天299令吉不用，我们只需要279令吉。哇！你错过了最后的26分钟就没有了哈，立马会弹回299令吉哦。是的，是的，所以呢，千万别等了。你看到我本身就把它带出国用了，真的实在很好用，你知道吗？出国我们女孩子最爱什么？买很多的战利品， shopping， 对 ，shopping。那是你要想一下，如果买了很多东西，你的轮子不是那种万向轮的话呢，它不能够那种很好的推拉的话呢，你买了再多的东西呢，你的心情也不会很愉快，因为你什么推行李箱去机场的那个过程，或者去另外一家酒店的过程就会很重。所以呢，它的空间不止大，重点是它的轮子也可以装很，它的行李箱可以装很多东西啦，它的空间够宽敞。你看到没有？我带了鞋子有2双啦，有外套啦，然后不管是你看拉开另外一边，也可以放很多很多的衣服，绝对都没问题。你知道不只是一个人，两个人的那个行李旅行的配件都绝对没问题啦。没错，而且你今天带回去279令吉，不是一个旅行箱而已啊，而是24寸再加20寸再加价值199令吉的一个后背包，52套已经卖出了，现在电话持续的在战线当中。我知道之前你买过299令吉，但是没有关系，你已经用过了，你一定知道它是非常好用的，所以赶快跟你的家人、跟你的朋友，甚至是你的兄弟团说：“哎，悍马旅行箱又回来了，而且这一次更便宜哦，279令吉而已，真的有史以来最低价了。而且我们这一次有深蓝色，也就上次卖到断货的这个深蓝色，今天回归了。而且呢，我们还有这深灰色，而且一次过呢真的是好多件哦，所以心动还不如赶快行动。今天有5%加5%的这个购物积分，千万不要错过啦！”品质以及品味兼具的旅行必备单品，那就是 Hummer 旅行箱套组，有的是 ABS 的材质，以及轻巧又实用。没错没错，超值的这个 Hummer 套组呢，给你有这个深灰色以及这深蓝色，同样都有20寸加24寸的这个行李箱之外呢，还有这一个万用背包，也是20寸的，价值要199令吉耶。是的，最主要是你看，我们给你3年的制造缺陷保修，以及2年的特定配件保修，那绝对是我们信心的保证。而且279令吉你带回去的这个啊，绝对是安心啦，物超所值。真的真的，悍马呢大家都知道是一个行李箱套组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啦。今天是一个 surprise 来的，279令吉我到底带回去什么？首先有一个24寸的旅行箱，看到吗？24寸的旅行箱哈，它的颜色很漂亮，之一你看，我只要一打开它，
surprise， 我里面呢还有的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个20寸的这一个行李箱啦。是的，来，我们这里打开来。噔噔噔噔，哇，有看到吗？里面呢还有另外一个包包，哎，对不对？来音。来看，空间非常的宽敞啦，是一个包包，一个行李箱，24寸的，再来这个是20寸的一个旅行箱。那当然大家不要忘记还有什么，我们在开旅行箱之余，你看里面呢，你就会看到多一个 surprise 啦，哒哒哒哒，还有多一个 free gift 哦，你看里面的 free gift 那么大一个，哎，简直就跟我们20寸的旅行箱是一样的一个大小。那我们这个旅行箱，也是说我们的背包哦，你打开来的话呢，它里面呢空间非常的大，而且除此之外哦，还有怎样包装包，它的再送给大家多一个呢，我们的这个哇哦环保袋。对，所以你看你今天一口气啊，你带回的是 one， 总共是有 three。4个，这么多的这一个行李箱跟环保袋，还有这个背包带回去啦。是的，没错。而且你看，我们这里哈有一个铝框的防撞护脚，所以呢，它是怎样不怕呢？人家丢啊，还是可以算是呢撞击力的。因为呢，我们有的就是呢防撞护脚，而且这防撞护脚不是一个两个而已啊，而是4个那么多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呢就是不用怕说每次那种边边角角的一个地方哦，是很容易被丢爆。我甚至是有一些行李箱是这里破一个洞的。那试问一下大家，你今天在外面买一个旅行箱，就算是破了一个洞，有没有的好保修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如果这个旅行箱有出现任何的问题， one to one exchange， OK， 3年是 on body 哈，然后再来2年的话，轮子啊、拉杆啊，甚至我们旁边啊、手把的部分呢、啊、有问题的话，也是2年 one to one exchange。所以各位朋友，这样的一个呢好康，你到底要去哪里找？肯定就是我们的这个悍马旅行箱套组啊。是的，是的。那我们今天给你的有这一个深蓝色之外呢，还有这个深灰色嘞，包括呢还要给你的，也就是这一个20寸的这一个万用背包，价值是199令吉。你看呢，那个价值都196令吉的万用背包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今天呢，只需要279令吉。就让你拥有全部了。是的，没错。那当然大家不要忘记的就是我们今天呢带给你哈，之前的售价299令吉，但是只有在现在我们在欢庆呢我们 CG Watcher 手机应用重试呢达到100万次的下载，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要带给大家的齁、哦、又在减价，就是减价了齁、哦、只需要279令吉而已。重点是大家你不要忘记，你看我们今天哈带给你的颜色很漂亮，对不对？你喜欢深蓝色还是你喜欢我们的这个呢深灰色呢？两个颜色都很漂亮，我知道，但是只有限量的400套而已哦，所以大家你要抢一定要快啦。你看，哇，很漂亮哎！而且这个深蓝色的一个部分呢，你有没有发现到？你看我们的这个轮子很好推，重点是它的拉杆，你看很顺滑，而且怎样，这样子一下子的一个可以算是动作、哦、它就可以直接收起来。你外面哦，你的拉杆有这样的一个好处吗？没有，只有我们的这个悍马 Hummer 呢有这个好处。而且你看往下看啊，1、2、3、4，4个铝框防撞护脚。这个防撞护脚呢，就是可以以防万一我们的边边角角的一个地方哦被推啊，还是被搬运行李箱的时候被撞击到。而且重点是你看下面的一个轮子，为什么今天要给你8个万向轮？那就是因为8个万向轮可以分担掉我们的这个呢重力。所以呢不管我们在推拉的时候哦，它是怎样特别的好推拉的，你看很顺滑，你要去哪里找这样的一个轮子呢？而且你知道为什么一边一定要有两个吗？因为如果一个爆掉了之后，你还有另外一边可以撑着，哎，对不对？哇，真的是实在太棒了、嗯、那如果是说你呢想要给爸爸妈妈呢有一个很好推用的行李箱呢，就一定要买这个悍马回家了。而且呢除了这轮子很好用之外呢，那我们还有这一个，那你是不是还在用着那种旧款的那种，就是用锁头的来锁着？可是那种锁头锁着，你常常会面对一个什么问题？可能会锁匙不见了就开不到。但是我们今天悍马的设施器非常的贴心，就是有这一个数码的，让你直接就是呢，这样子呢，只要轻轻按开，它就诶可以打开了，所以你根本不用再担心说放多一个锁头，或者是你不用再用那种旧款的用锁头说来锁这辆带出去啦。
是的，没错，而且我跟你说，它的拉链是非常顺滑的，所以各位朋友们，你今天带回去的绝对是好品质。你看，我们已经卖出了72套了，再接再厉，我真的觉得不够。为什么？279令吉，只限今天而已。我们曾经有一档节目，我们卖出1500套，但是各位朋友，你看我们这样子的一个顺滑哦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这样子推一下，有没有看到你家的行李箱做得到这样吗？做不到，为什么？那是因为轮子本身不好推。你看，我们有8个轮子，而且呢都是360度的一个万向轮，所以呢它就可以呢很顺滑。我再走远点啊 ，1 2 3，非常的顺滑，对不对？真的，不管你在油坡路还是在那些有石子路上面呢，它都是非常好推，不管是拉还是推都绝对没问题啦。是的，今天带给您的是品质与品味的兼具，而且是旅行的必备单品，有的就是呢哈姆尔悍马的旅行箱套组，它的材质是 ABS 的材质，重点是它轻巧又实用。是的，是的，悍马这一个超值套组绝对是你要带回家的，它给你有着深灰色以及深蓝色，有20寸的以及加上这24寸的这个行李箱，还有这个万用的背包，延伸呢跟组件是相同的，价值呢这个背包就要199令吉了，所以你还等什么？是的，再来就是有3年的制造缺陷保修，还有2年的特定配件保修，所以呢绝对是我们信心的保证，物超所值，要抢一定要快哦。 1 Million Mobile Wowser 感谢你的支持和关注，西街 Wowshop 欢庆手机应用程式下载次数到达100万，额外5%哇哦购物积分，独家赠品哇哦环保购物袋，超过20样好物开卖。10月5日和10月6日，2天22场马拉松直播，优惠无限精彩。这个2件组的行李箱套组，当然今天带给你的是24寸以及20寸哦，再来额外啊，再送给你199令吉超大的一个20寸的后背包。哎，是的，是的，今天不止呢送了你这个后背包之外，我们还要送给你这个哇、wow、哦的这一个环保袋之外，还有58千再加58千的这个购物积分，最重要是这全部才多少钱？才279令吉耶，而且我们今天限量版哦，只有400套，所以呢你不拿赶快抢购的话呢就没有咯。是的，我知道很多人其实都知道呢，悍马旅行箱绝对是我们的明星产品之一。那试问一下，之前售价多少钱？299令吉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看一下，今天299令吉不用哈，再帮你节省一共20令吉，只需要279令吉。但是只剩下最后的抢购时间10分钟还不到，所以各位朋友们，你不要再错失良机了。试问一下大家，你在外面买一个旅行箱，随随便便哈都要100多令吉，200多令吉，甚至更贵的话呢，要500多令吉。800多令吉都有，但是他们有给你3年的 warranty one to one exchange 吗？没有，2年的 warranty on 这个轮子啦、拉杆啦，还有我们的把手吗？没有。是，但是我们今天279令吉的旅行箱，既然给你3年以及2年的保修期，没错没错。所以呢，这样好的东西你还要等什么呢？还不赶快呢，上到我们CJ Wowser的手机应用程式下单订购，只限今天，你知道吗？279令吉，如果你这个时段。这不到十分钟的时段，对不对？错过了的话，你就再也没有买得到了。所以呢，千万别等了，心动还不如赶快行动好了。来，有图有真相，之前的售价到底是多少钱？你们自己看一下图，你们就会知道了。不管呢，星星卖的啦，还是佳琪啦，在售卖的时候是299令吉，一样的套组，一样的颜色哈。但是今天我们不用299令吉，你在看着电视机的话，你是最 lucky 的，279令吉，赶快上网去抢购，你还可以获得58千，再加58千的哇购积分，再免费送给你我们的哇环保购物袋。我跟你说，今天的超值套组只有现在直
波才会有的哈。如果你错过的话，我们就是弹回299令吉了。是的，我们有这个深蓝色的这一个选择，让你选择就24寸的这一个中型的行李箱，你大概可以去7天的旅行，深度的一个旅行都没问题。跟20寸的这个行李箱，还有这个万用背包，我们有这个深灰色来让你选择。所以我们有两个颜色之外呢，我们还有要赠送给你的就是我们的哇哦的环保袋啦。所以这一切呢，全部才279令吉哦。是的，没错，所以大家不要再等待了。你看，就只有今天哈，我们带给你的呢，就是非常超值的套组，而且两个颜色都很漂亮。首先深蓝色为什么会一度哦，就是断货的一个情况，那就是因为它的颜色非常的耐看，而且很显眼。所以呢，你的这个行李箱哦，一送出来的时候，哎，我的行李箱，我的 Hummer 在那里，你就可以立马就拿走了。而且你不用怕说有人会把我们的这个呢行李箱给拿走。再来另外一个深灰色呢，其实这个颜色哦，也是现在非常多名牌行李箱的一个主打颜色来的。因为呢，它就是非常的耐肮脏，而且看上去就是非常的高贵大方嘛，真的，对不对？真的，两个颜色都很漂亮，主要是24寸。20寸你可以带上飞机，我们额外再送给你199令吉的一个后背包，再送给你一个哇哦环保购物袋，只需要279令吉，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18001808088，或直接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DJ Wow Shop。是 Hummer 悍马旅行箱套组，它绝对是品质与品味的兼具，旅行必备的单品，有的是 ABS 材质，以及它非常的轻巧实用哦。是的，悍马这个超值的套组呢，给你有这两款不同的颜色，有这深蓝色以及这个深灰色，同样都有这20寸以及24寸的这个行李箱之外呢，还有这一个万用背包也是20寸的，但是它价值也就要199令吉了。是的，没错，再给你3年的制造缺陷保修。还有2年的是特定配件保修，绝对是你信心的保证，物超所值，只需要279令吉而已。我们已经送出了79套了，大家加油加油！今天要抢回家，就是你最最最可以算是呢我们最佳的时机，97套已经售出啦。那当然，很多朋友想说，我今天带回去的旅行箱24寸，我到底可以装下多少东西？我知道，我听到你的心声了。现在我们立马就来开箱，好不好？是的，开箱了。你看它单单是这个锁就非常好，它是这个数码的锁，你看密码锁，是的，只要这样子呢，轻轻的一按之后，你就可以打开。哇哦，你看到吗？里面塞得满满的哎，而且你看为什么会打开行李箱它不会砰砰砰掉完出来，那是因为这里有一个塑胶它绑住了所有的衣服，这里有一个内层，你看它的内层也是很有quality的啊， Hummer， 它上面这里呢还有写上它的 logo 的，看到吗？哇，是的，那设计的非常的简约大方，很漂亮哎。是的，没错，而且你看我一打开来一下，哇，里面竟然有可以装下那么多的一个大衣，哎，这样的一个大衣哦，每次出门的时候哦，就是怎样一件哦就已经会被塞得满满的，但是我放了一件、两件、3件，那么多，好厉害哦！你看，对不对？是的，除了可以放了这3件那么多之外，也看到我们这边的吗？这绷带这边的装得满满的，是。尤其什么？我们有这个我们女孩子出门一定要用的化妆包，对不对？有。然后哎，我们的内在美，然后单单是衣服，这个我简直不懂要怎么数哎。是的，来，我们直接这样子一整叠拿出来，你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真的好多好多。然后这里哦，你看，就连裤子啊，哇，牛仔裤也好多，看到吗？再把它给拿出来，哇，我的这个桌子哦都已经满掉了，满到没有位置放了，把它给关上来，你自己看看，里面既然可以放下那么多的衣服，重点是我们这只是一个行李箱而已啊。今天除了24寸之一，还有一个20寸的。20寸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带上飞机使用啦。除此之外，还要再送给大家一个199令吉的一个后背包。那么完整的一个套组，再次强调，只需要279令吉而已，而且只限今天，我们只有这400套卖完就没有了。所以呢，还等什么？我们有这深灰色以及这深蓝色的这个让你选择啦。
是的，没错，再一次强调是限量的400套，而且今天的价格哈，你看279令吉、299令吉都不用哎，而且你带回去绝对是信心的保证。为什么？一 Hummer 名牌货 branded item， 再来今天的两个颜色都很漂亮，而且我们是完整的一个套组，有的就是到24寸以及20寸的。各位朋友，你看。哪里有人买279的这个旅行箱给你 warranty 3 years on body， 2 years on spare box， 看到吗？ warranty 这就是我们的信心的一个保证。所以啊，你在这两年内，不管你的拉杆出现问题啦，还是手把出现问题啦，还是我们的密码锁出现问题啦，来，我们都可以帮你做一个兑换。如果它的 body 被丢坏了怎么办？爆掉了怎么办？不用担心。3年内 one to one exchange， 来，各位朋友们，一年你会出国几次？一次、两次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的旅行箱被丢破的话呢，我跟你说，3年的 warranty 啊，你一年你用一次还是两次，它都已经回本了，你听得懂吗？279令吉，我们带回去的是信心的一个保证 ，so safe， I feel so safe 的那种感觉。是的，是的，悍马这两件组的行李箱呢，绝对是你要带回家的。我们给你有这深灰色以及这深蓝色，旅行最重要就是要什么呢？要有一个好用的行李箱，所以呢，有悍马这个行李箱呢，是绝对值得，而且今天才279令吉，就在这时段而已，所以你。一旦错过就没有了，千万别等了，看到了想要的话呢，就赶快行动下单订购吧。是的，再来的就是哦，今天赶快上网去抢购，因为上网抢购的话呢，你可以获得5%的 WOW 购物积分之一，只有今天跟明天额外再获得5%的一个 WOW 购物积分。所以各位朋友们，你看今天哦，真的是绝对非常超值的一个时段，让你来把我们 Hummer 的旅行箱给带回去。我们每次出门都花了大笔钱买机票啦，花钱去给住宿啦，对不对？但是哦，每次开开心心哈，去到当地的时候，你发现到我行李箱坏掉了，还是我行李箱破掉的时候，你的心是会非常 sad 的。或者是你花了一大笔钱去买所有的这些战利品，你放进旅行箱之后，你带回来里面的东西都破掉了，被人家破坏了。试问一下，你花的钱去了哪里？就是等于浪费掉。你何不如买一个非常有信心保证，而且呢非常坚固耐用的一个旅行箱，把它给带回家，它给我们的呢就是一个信心的保证。你看多么的漂亮， 对不对？而且呢它是有8个的这一个万向轮啦，你可以看到吗？看到星星在转那个轮子，在转那个行李箱呢，多么的顺滑，完全不会有任何的卡卡的状态，这就是我们要的行李箱，对不对？没错没错。而且哦，今天整个套组哦，279令吉哦，你看有一个24寸的旅行箱，一个20寸的旅行箱，然后再加上呢我们的这个后背包是价值199令吉的。所以你看今天哦，299令吉不用哈，279令吉而已。而且呢我很喜欢它的这个轮子很好推，所以你看我们不管怎样推哈都是可以的。真的，来来来，那我本身自己也是有用这个，来你看，来来来，哟，你看到吗？我那时候装的满满的一大堆东西呢都绝对没问题的，拖拉的时候呢还是很轻松很方便的。最重要就是要有这样的行李箱，我们才可以买很多的战利品啦。真的耶，你孩子坐在上面啊，你都可以把它嘟嘟嘟嘟嘟嘟这样子推走，因为它的轮子有的是8个360度的万向轮，你在外面以这个价格，你只可以找到2个的那种旅行箱啊，或者是那种怎样布的旅行箱，但是今天给你的是 ABS 的材质，再加上8个万向轮360度的旅行箱，279令吉，3年的 warranty， 非常非常的划算，所以大家不要再等待了，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18000180808，或者直接下载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 CJ Wow Shop 来抢购吧。One Million Mobile Wowster， 感谢你的支持和关注。CJ Wow Shop 欢庆手机应用程式下载次数到达100万，额外5%哇哦购物积分，独家赠品哇哦环保购物袋，超过20样好物开卖。10月5日和10月6日，2天22场马拉松直播，优惠无限精彩。带给大家是 Hummer
二旅行箱的这个超值套组，有的是24寸以及20寸的。那再来，你不要忘记啊，今天两个颜色都很漂亮。目前我们的深蓝色是非常非常热卖当中的。那当然，如果你已经看中这个深蓝色的话呢，你绝对不要再等了，因为蓝色的这个旅行箱套组所剩无几。所以各位朋友们不要再等，只有在我们今天现在这一档节目和299令吉都不用，只需要279令吉而已。是的是的，限量400套就在今天而已哦。而且呢，我们今天的58千加58千的这个哇哦购积分啦。那如果说你最近要出国旅行了，又或者是你已经把你的行李箱用的有损坏了，你想买个新的话呢，千万别等，就今天就在这个时段赶快赶快的购买，因为呢这个价钱呢实在太划算了，你在外面根本找不到，你知道吗？在外面你找到的话，单单只是一个都要200多令吉了。但是今天呢，279令吉让你带回的是一个24寸的这个行李箱之外，再加上20寸的这个可以提上飞机上面的这个行李箱之外，我们还有这20寸的这个万用背包，还有这个我们送给你的哇哦的环保袋啦。是的，没错。那当然再次提醒大家，我们买旅行箱的时候呢，每一次呢，我会讲以好看为主，对不对？这个旅行箱它的外形绝对是不在话下的，超级无敌好看。二，我们就是要它品质保证。那先带给你的这个品质保证，刚刚都有给你看的嘛。它的这个呢是 ABS 的材质，所以呢是非常有韧性的。当它可以咬的时候，就代表呢它可以承受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多的，所以呢是非常坚固耐用的。再来三，轮子一定要好推啊！如果你买的再贵的旅行箱，它的轮子不好推，你到最后也是不会把它给带出门，因为出门我们要走很多路啊，甚至是凹凸不平的这个可以算是楼梯啦、柏油路啦，对不对？像 NC 本身，我们里面会装很多的这个战利品，甚至是衣服，很重的时候，轮子就是很重要的关键。真的，真的，轮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呐。除此之外呢，那你看到吗？我们的行李箱呢，它旁边有那一个铝框的这个护的防护角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那个帮助，因为你知道行李箱最容易坏就是角的那个方向呢，一丢到呢，一凹陷呢，它就容易爆裂了。所以有这个防护角呢，能够保护你的行李箱，而且。最重要，行李箱我们要的是什么？空间容量够大，我们就可以买更多的战利品回来了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吗？我可以装了好多好多东西，不管是我出外呢要打扮的美美的，要换很多套的衣服呢，都绝对没问题，因为它的容量非常的好啊。然后你可以装两个人的分量，都绝对没问题了。除此之外呢，有哪一个行李箱有那么好的保证？身体的保证呢，就给你有这个3年的保家了。那如果是说那种拉杆啊、轮子啊，或者是那个数码锁啊，这些呢有2年的保家，真的是实在实在太划算了。你看，用锤子这样子呢敲打呢，也不会那么容易的凹陷，因为它的是 ABS 的材质啦。你看呢、啊，从楼梯上面这样子拖拉下来也完全没问题，根本不用担心，因为它轻巧耐用啦。是的，那当然，其实呢，24寸以及20寸的旅行箱，你在外面呢、啊、有名牌的这个旅行箱啊，就已经要呢上千令吉了。我们今天带给你的套组啊，它的原价真的是上千令吉的，但是只有在 CJ Wow Show 独家给你279令吉而已。所以大家不要再等待了，我们要送给你的 free gift 啊，199令吉的 free gift 啊，也是很漂亮而且很大容量的。是的，你看这里有一个仿荧光的这个呢设计，然后呢在你夜间背的时候呢，远远就可以看到你了，所以是非常安全的。是的，没错。再来，前面也有拉链啦，所以呢我们要拿东西的时候呢也特别的方便，你可以呢把我们的这些重要的文件啊、锁匙啦、 passport 啦都放在这里。那除此之外呢，旁边还有两个 pocket， 你可以放下我们的这个水壶、power bank 等等。那你看这里哈，它有一个 clip， 哎，一个 clip 之余，然后呢，我们打开了之后哦，你看打开了之后呢，它里面又还有多一层拉链哎，所以呢，它是 double safety 来的，你看到吗？哇！而且它打开之后呢，好像更加宽敞的空间，你可以装更多的东西耶。是的，你看里面我们装下了什么？很多的一个文件啦，看到吗？而且我们的文件夹是超大的 A4 size， 然后再来还有的就是呢，我们的这个笔盒等等的，而且最主要是我们可以转过来，为什么？旁边有一个拉链，看到吗？没错，那如果是说你装满之后呢？你旁边还可以用拉链拉开，如果你是放在底部的话呢，你还可以这样子打开，哎，就可以伸手进去把东西给拿出来啦。你可以看到吗？哇，我们还有笔记本在里面。是的，没错。还有这一个很大的这个
化妆包在里面啦、啊。是的，没错。而且各位朋友们不要忘记哦，我们之前的售价可是需要299令吉。有图有真相，你看到吗？佳琪在那里，斌在这里啊。我们的价钱299令吉，但是今天299令吉都不用，我们只需要279令吉而已。今天的套组呢，有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深蓝色，然后呢还有深灰色，重点是呢24寸、20寸，再送给你价值199令吉的后背包。是的，是的，所以呢千万别错过，你还等什么？因为今天呢，只有今天才有这一个价钱，你错过了这个时段就没有啦。没错没错，所以大家不要再等待咯，只有今天而已啊。我们呢就是带给你的就是超值而且非常划算的。那当然很多人问我说，为什么 Why I need to buy today， 我为什么今天一定要买？来，你自己看一下，今天我们有的就是我们欢庆的一个活动嘛，所以带给你一升级版本的一个套组，二额外再给你 free gift 我们的 WOW 购物环保袋，三上网抢购的话，五再加5%的一个 WOW 购物积分，这个 WOW 购物积分下次是可以变成现金来做一个回扣的。所以各位朋友们把握最后的机会，只有现在 live show 现场直播，你才可以以279令吉把它给带回去。你带回去是非常完整的套组哈，有24寸、20寸，再加上一个199令吉的后背包，只需要279令吉而已，而且还要再送给你这个 WOW 环保购物袋哦。不要再等待啦，只有现在而已哈，上网抢购可以获得5%+5% 的 WOW 购物积分。是的，就只有279令吉，还等什么？赶快下单订购吧。是的，没错，赶快行动，把我们今天的悍马旅行箱套组给带回去，祝您购物愉快。想要划算购物就是在WOW Shop，WOW Shop购物轻松又满足，日子精彩又丰富，最佳购物体验就是在WOW Shop，WOW Shop想要方便购物就是在WOW Shop，WOW Shop想要划算购物就是在WOW Shop，WOW Shop购物轻松又满足，日子精彩又丰富，最佳购物体验就是在WOW Shop，WOW Shop，WOW Shop Hello， 谢谢WOW Shop。